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ia， 欢迎回来。我又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原因是我去了一趟阿拉斯加。这个美甲就是专门为阿拉斯加之旅做的，猫眼加极光粉，特别像晚霞下的冰川，在阿拉斯加时得到了很多路人小姐姐的喜欢，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哦。对了，视频最后还有超长彩蛋，千万别错过哦。Thank you.